大家好，你好。好，我祥顺汽车小蔡，晚安。今天这个更换轮胎的一个服务项目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这轮胎我已经架到机台上。近看的话，可以看得到龟裂纹的一个部分这个是非常的明显，对不对？可以看到这个胎纹的齿沟啊，横向的，都已经是非常薄的状况。然后这一边还补过胎。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是说轮胎其实在这个安全线嘛，它会有一条安全线，有可能是这样直的，也有可能是这样子、这样子、这样子、这样子交叉的。好，那不论是交叉或是同一条线，你可以看到，只要任何一个点，它跟胎面已经呈现是平的状况的话，贴平的状况，就代表这轮胎已经到了这个更换的一个期限。OK。